好了，走了，修发电机，修发电机。发电机在哪里啊？操你妈的！他刚不是就放这？谁打我？我听。我刚在弄捕兽夹。打我呀，听啊！哦。哇！快点看地图新任务。请问地图怎么看？没有那个小屋前面那边夹熊的。哦。为什么你不能讲话？刚这里怎么发光了？看，要看一下在哪个位置啊！快点！我怕，我左下角哎、欸，直升机停机坪状态。我往最左边去了，哥哥。马一只不见了。他刚不是说他刚不是说他那个回不来，然后就回不来。对啊，他暴风雪的时候用对讲机说他回不来，然后就他现在应该死掉了。来夹，有熊就交给我。这是什么？无线电木箱。能干嘛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这样好像拿着斧头、哦，你们都有武器耶，离你们好恐怖哦！真的是武器，这不说假。暴风雪。哎、欸，左边有没有人呐、啊？哎、欸，这边要两个人才能进哎，快点过来。我也买。但是这边有好多电路吧？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？要吧。那我先拿一个回去。直升机停机坪在哪？左边的不是，然后这边要三个人。附近还有人吗？左下角是谁？左下角是谁？来右上，来右上，来上面，上面。哎、欸，那个谁谁谁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耶稣，左边，左边。我快冷死了，我要先回去啊！啊！我也差不多了，快走。那走吧。右上，右上。上面，上面。孩子们，快回家！我带了好多东西回来啊。欸、哪里啊？到底？看我手上这个，可以交在你身上哦。救命啊！不用啦，真的啦。救命啊！你这么胖，你就自己保暖一些嘛。Q， 手上有毒药哎、欸。嗯，毒药哪里来的？箱子拿开到的。刚有一个要两人才能进去的房子。找到停机坪了吗？没有呢。那应该左边的那个不是啊，那个是好像是两人进去的屋子。帮我们一人倒一个。哇，好饿！我去弄点梅子。往下面冲了。我去。哇。我想要，我去中间那个好了。
哪儿啊？不啦，这游戏是大概知道怎么玩啊，不过迷路啦。靠，好快哦！我的天！啊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哇！东西踩到陷阱是不是？直升机平时奇怪的机弹。这是不是左边 WS 方向？南部那个不是啊。那边没东西啊。我快死掉了，不需要急救包啊。你有看到阿毛？是，这边有一个、欸，我冒黑烟了呢、欸，怕。为什么啊？就放在地上啊。没火了吗？没火了，我们时间剩不多了，你自己看。那可以生火吗？在这里生会烧起来吗？这怎么黑成这样？暴风雪好像要没有了。暴风雪喽！暴风雪喽！我们都不需要坏人搞事的、欸。不是，我们已经少了两名同伴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有人有食物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应该怎么会？哎、欸，这个是怎样？哎、欸，顶了，暴风雪来了，就一直过，然后要灭啦！结束了。不是、啊，为什么他会这样？就是没火啦、啊，时间到了，缩圈了，快死！那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生火吗？没有。大家再见了，大家再见了，再见了。有没有两个木头？有没有两个木头？有没有两个木头？没有，两个木头丢出来，没有，好吧，大家下一期见。有没有人想要提早解脱的？啊，要死掉了！不行，不，哎，我把法师，哎，先别。我觉得狼是，还有背叛者，狼是法师。是啊。大家一起死吧！耶稣是狼。啊！复活你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你要死了！好冷哦！为什么你们都可以撑那么久？我不是你这么胖，你就这么胖，应该不怕冷啊！啊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打人！我体好难哦！再见了，这回怎么难？快在四边的角落！是！哇！哎、欸，全死、欸！哇！我是最优秀的玩家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这叛徒！哎、欸，白痴！我耶稣！我跟你是同伙，你听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猜对了耶！哎，我是成功脱逃哎、欸。哦，那我知道为什么你讲话。你去哪里了？你脱逃？成功逃生啊！因为有一个逃生舱啊，我直接先进去了，他只能一个人。哇！我靠！等
点啥重赛吗？我知道，然后我就是知道，一直透明人间在你们旁边。不要点重赛吗？怎么不要脸？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一开始拿到的对讲机什么颜色？我是黄，不知道。那自己做不是吗？那捡得到，那捡得到。对啊。好，那就现在怎么样？重赛。既然有人只顾自己爽。哎、欸，嗯，怎么变成我是房主了？是不是要重腰了？那、啊、你们在那个都进来吗？差一个，你少一个阿毛。阿毛算了，他刚不是也自己逃跑吗？算了，不要跟他玩了。自己逃跑了，不要跟他玩了。他刚刚自己先逃跑了，不顾朋友。他逃脱啦、啊。逃脱就不用进来，是不是？他眼中没有朋友啊！走喽！发电站在下面，发电站在下面。哥哥爸爸真威亚。大家又开始了铁拳无敌。铁拳无敌孙中山。铁拳无敌孙中山，蚂蚁有点很重。什么东西很重？他说你体重很重。我说怨念。我快笑死了。我刚跟蚂蚁快笑死啊！对啊，我们怨念很重哎、欸，看比利根本就是一个神棍。太小，你们是神父吗？对啊，比利根本就是神棍、啊。是要八个电路板，然后八罐油啊！我这时候还没剃度啊，不能剃掉。八个。先做斧头出来吧。你们都不做个斧头什么的。做一把斧头好了，丢地上，看谁要。房子里面有多一把斧头在地上，有人还没做，可以拿去用。谢谢。这是什么？啊？啥？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快逃啊！右胸，我才一踩到，马上就用到了。蚂蚁加油！蚂蚁要被熊打死了，蚂蚁。我来，右胸。这不是蚂蚁耶？下面是一只谁？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！敌人来了，撑着，撑着。哎！哇！哎呀，我要死了！六六六！哇哦！好猛哦！啊！你获得沙熊称号。明明就是我杀的。
靠，我一定先被你打。我有打，好吧。好，相信你哦。我打一拳。有阿玛打在我脸上。一拳打死熊啊！阿玛那拳准准的挥在我脸上。耶、yeah, ！不吃也不要掉地上啊！那个鸡腿，那鸡腿在地上还冒红火、啊。给别人吃啊！我吃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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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，我们刚刚那个发电机那个是去这边吗？你要看地图。哎，比你他都一样吧？没有会变。这张地图跟上一张不一样。我看那个空投包的位置都一样的。哦，你是日朗，你是在混淆视听，走过去就可以看了、啊。对啊。啊，哪一个是？中间那个是家、嗯，然后下面那个在亮的是发电机。下面，哎、啊，那个红色一条一条小小的是什么？什么红色小小的？我大。你走。你刚刚一条一条一条的。你要靠近我。我去看一下。好了，好了，你们都是坏人，不要再争了。你、欸、这边还有人吗？来这边开，那个，开个，开门。那个坏人，哎呦，他又自己跑去。不用了，你就好了啦，他不重要，他等一下自己坐逃生舱了。就要去。他们是要等你们开完。好会哦。我一吸收、哦。哎、欸，左上方有炸弹哎、欸！啦啦啦啦啦，长那么胖。左上方有四个炸弹，要四个人哎、欸。什么什么？左上方啊！你来这边看，。你看、欸真的欸，要四个炸弹哎、欸，要四个人、欸，这个不知道会怎样。找人，再找两个。找人，还有人吗？你有没有吃的、啊？我现在没东西吃哎、欸。有啊。家里有人吗？那其实没有人。需要两个人，需要两个帮手。哎，走错路了。好、啊，你不吃我的派、啊。我不能捡啊。好冷哦。你歧视我的派。你找人歧视你的派，我歧视你而已。他觉得你做不好吃，要帮忙。哎、欸，左边耶稣来，耶稣来，去左边这边。还有一个，捡了怪我。还有一个，走。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 ？Go！ 有炸弹，有炸弹。有炸弹，想吃的吗？胖子比较怕二怕的。这个要冲啥的？这个一人一个。哦，好，来。哎，今天很高兴啊、代表这个鬼岛，快啦，人呢、欸？我按了，哎、欸，按久一点。啊，冲锋陷阵，这样冲过去他不会有事的。哎、欸，有狼，前面一堆狼，真的。哦，我很痛。那是白色的狼哎、欸。敢吗？挑战猎人啊！还有一只。哎呦，我们继续打架了！不要！挡我！拿他们的皮可以做包包。我去弄石头，现在还是需要电路板吗？哎、欸，马伊，你脸色发青了。我好冷啊！
是超人。在煮什么？肉吗？肉吗 ？Hello。肉肉。在煮肉。你为什么煮肉？我身上有梅果。不。干嘛？肉比较好吃啊！我想吃肉，不可以哦。菜比较好。哦，好吧。我地上，我丢地上，丢地上，帮我做派。那这边有肉，所以我要怎么做派？就走进去啊，肉跟。派肉跟梅果加起来变派啊！哦，啊，这个设定真是很烂呢。哎，肉嘞？不，我做了，谢谢。救援载具在哪里、啊？你不用回家了。在你左上角，左上角，在你左上角。左上。上面有什么听音辨位啊？我现在在这里，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干，我好冷哦。你是不是要往下走啊？应该是往左下走，往左下走。在哪里？往正下方走。快去救他，龙基。他在哪里呀、啊？他快冷死了，声音是上面。哇！回家的。没有声音了，他是不是又找到一个人的出口了？啊，对啊，他刚不是就显示那个？干！他怎么可以每次都一个人？包包真的很难做哎。谁呀？那个啦，不要他了啦。啊！气死了，都要一个人做了。包包真的很难做哎、欸，他发电站没修好。没啊！现在全部都打冰块，我知道冰块下面有，快点来打。好，我们去，我们去。欸，是不是有人死掉了？有人跑掉了。你确定是死掉，不是跑掉？有人跑掉。就那种不要脸的啦。啊，那是阿毛哦。哎，是不是会玩的人都这样啊？哦，有没有乐趣啊？为什么没有动？还不是跑进来玩？哎呀，还说嘞？还说？还说要牵着你的手走一辈子。啊，真的是哦，哎，还不是哦，还不带别人，还不带自己家老婆，我出去哦，真的是这种人哦。人家说什么？那个树伞各自飞啦，啊，大概就是这意思啦。患难见真情啊！你确定见的是真情哦？真情啊，真情也是有什么样的情啊？就知道他跑走了啦，你看，他就是这样的真情啊。对啊，
是，这游戏的。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啊？我们现在需要什么、啊？差点没过。哎、欸，龙基，龙基，啊，龙基，这里有房子，可以开门。神器啊！什么鬼叫声啊？我说这里声音。哇，这什么？三角。变成兔子了。好可爱哦。为什么？开门，开门。哇，这么产生幻觉了、哦、啊，是不是可以背叛者这时候乱来啊？龙具我拿不了，这里有电龙宝。为什么？最右边那个。恶魔，恶魔，怎么大家都是丑丑的兔子？哎、欸，你说什么？恶魔。反正最喜欢兔子，你说兔子丑。有没有被兔子打过啊？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变成这样。开会，开会，开会，开会哦！欸、我快冷死了，我先回去哦。哪边要哪边要那个啊？电路板啊？蚂蚁啊！家在哪里啊？没有三罐，有三个电路板。我有电路板，我有电路板。哎呀，三三，谁是被害者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有电路板，我找不到那个在哪里。为什么我还是那么胖？放电路板在哪里啊？哎，蓝浩，你刚刚比较瘦哎。下面，下面，在下面啊。往下拿下去放啊！往下吗？在哪里？八个，我有三个，我有三个。有带，还要带十二遍的呀！真的，真的，不是很想回来。有人有对讲机吗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呀，你先放。再两个电路板，五罐油。是不是不见了？差最后一个电路板。哎、欸，右上右上还有炸药哎、欸。还差多少什么东西？琪琪是不是不见了？差一个电路板，然后油。我有我有。那里都有。电路板哪边？你的油可以用吗？再帮我把它塞进去。好。学长，琪琪琪琪好像不见了呢。不会被干掉了吧？我这里有油，我拿下去。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了？要汽油了。是不是少人啊？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哎、欸，要汽油了，少了。现在只缺汽油了。有问啊，问啊。哎、欸，还缺油啊！家里面应该还有油。哎、欸，右上有可以做哎、欸。右上有在啊，不要去啊！修修修，快跑快跑！等一下，先下去，先下去。男性有带油吗？哇，暴风雨！快回。